众朋友你好，今仔日是10月19日，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高雄发生蚂仔群组感染，因为个案无照实通报，佮拍拍照，全世界喂予人。为何那像含地干物，是药数含一个月内，包括几位服饰店等23种药啊，爱中回收。阿富汗有一间清真寺发生爆炸，目前死亡的人数已经增加到62人。美国参议院外委会进行通过台北法案了后，有真侪位众议员伫咧10月1日嘛提出众议版的台北法案，因应中国对台湾的施压。国会同款认为，台湾和美国应该要进行双边的贸易谈判。各位你好。电影片上秀出中文，美国众议员匡熙恒宣布，甲其他四位跨党派众议员已经提出众议版的台北法案，要来支持台湾的外交声音，加强台湾的国际地位。Make sure that we're competing on a level playing field, that Taiwan has every opportunity that other countries have around the world.For trade and for other benefits, in establishing themselves and being a country. 所以，上一摆众议员所提出的台北法案，甲9月25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无异议通过的版本差不多同款。两项法案拢表示，美国行政部门在适当的情况，并且符合美国利益之下，对采取严重或是重大行动对台湾造成伤害的国家，应该考虑降低甲这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以及外交接触，也呼吁美国行政部门以签订经济上的合约，并且会当保护美国劳工有利美国出口商的自由贸易协定为目标，甲台湾。完展开双边贸易协商，并且要求美国行政部门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除了参众两院，拢表达对台湾的支持，美国国务院西方球事务局代理助卿柯扎克也透过社群媒体罕见公布咱国驻美代表高锡泰甲国务院国安会官员开会相片，并且指出台湾是可靠的合作伙伴。美国跟台湾站在一起，并且称许台湾是可靠的伙伴，提供了符合国际规范的高品质的基础建设。外交部诚挚感谢美国国务院安排这次跟我方以及西半球友邦首长的会晤，并且公开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以及美国立法庭时，法案在两院负责委员会通过后，也需要参众专院通过，并且协调出一定的版本，才会当交予总统签署并且生效。外交部也再次表示，联合美国政府绝对袂因为中共的压力来退让，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台北法案在美国国会审议的后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昨传出港女名案的嫌犯陈东家要来台湾投案。今仔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证实讲，已经接到陈东家写的批，咱台湾的刑事局嘛有收到港方的传真。不过，立委会却批评港府把人送来台湾，敢那是为着要杀责任尔尔。香港查甫人陈东家去年上台台湾杀害有心的女朋友，回去香港了后，因为偷用私家信用卡被关押。1月23日出到18日，香港媒体报道陈东家有意来台投案。19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证实，已经接到陈东家写予港府的亲笔批。俾我嘅信，主要咧就系话佢已经决定咗系翻台湾自首。希望特區政府咧為佢提供相關嘅協助，覺得特區政府應該係積極咁同佢去跟進嘅，所以昨天咧已經透過一個工作嘅機制，由香港嘅警務處就發信俾台灣嘅刑事警察局。林郑月娥表示，港府非常愿意促成这项安排，而且香港警方18日暗时已经传真予台湾的刑事警察局，刑事局正是有收到港方的传真来函。法务部表示，港府过去无重视两国提出司法合作请求，呼吁收入来，有缘由香港继续关押对手陈东家。两会更加批评港府推卸责任，想要将人送到台湾，更加称港府协助到案，另外有用心。我们感到反方在推卸责任，别具用心，也就是说，只想把人送来，却不想追求司法正义。这个命案是犯上中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林郑月娥希望借着陈东家投案，会当有宽心的结局。也不过已经有声音批评，这块的手法太过天真。香港民间团体民阵被警方驳回20日九龙大游行，佮上诉也是被驳回。香港人在这段时间是需要发声的时候，我哋认为不应该因为警方不批准，所以我哋就不游行。我哋
決定以個人身份去發起今次的遊行，是同香港人同行。大英無賴訴求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們也是盡力去爭取。面對互吊之人，陳浩環宣布二十號將以個人的身份上街完成的遊行路線，是為尖沙咀蘇士巴利會員到高鐵西九龍站，也因為面對吊之人陳子傑近期被老會攻擊，再次激起民眾的怒火。外界預料二十號拜日又會有大批市民以公民抗命的形式上街。記者綜合報導。總統蔡英文禮拜拼選舉的行程，下晡去雲林的後尾，視察前瞻的基礎建設。針對外界問伊講，江路名的嫌犯案算要來台灣投案的問題，蔡英文是敢若強調司法互助的重要性。来到婚礼后背，总统蔡英文头一站参观的是前瞻水域环境计划下的后背糖厂酒精组。面对外界关心的台美关系，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无要访问美国的问题，总统蔡英文除了强调台美关系密切，也讲将做一个总统参选人，无论是亚太也是国际政治，都应该要有够认识甲想法。访美跟他的这个总统的竞选啊。是好是坏，他有自己的评估了哈。那但是呢，不管有没有访美了哈，那任何一个参选中华民国台湾总统的人哈，对于区域的情势，还有跟我们主要友邦之间的关系的重要的议题啊，都必须要熟悉，而且要有一些清楚的立场的表达哈，而不是含糊一堆。2018年的香港人陈同佳在台湾杀害香港女性命案，陈同佳讲愿意来台湾自首投案。总统蔡英文对此态度是保留，只是强调台湾司法互助互信的重要性。是在台湾或者是在香港进行这个案件的处理或者审判啊，双方之间的司法互助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毕竟这个案子跨越了两个管辖权的区域。总统蔡英文下晡在中部，早起时参加总统府头前的龙湾大三线艺术季开幕来山日，宣布大三线艺术季即日开始，要打造客家文艺复兴。选前进入最后84天，总统蔡英文假日南北一直走，早起是伫北部伫催客家票，下晡是来到婚姻馆、农业大馆，关心关公家农业活动，拼政绩嘛要拼人气。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拜六几天拢伫咧台南，针对一地一休，韩国瑜是批评民进党影响到头家和劳工的权益，却唔检讨。啊，若取消美国访问的行程，伊嘛强调，因为大选的时间伤迫才会取消。目前是暗算要请伊的牵手李嘉芬先代替伊去美国。看到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出现，支持民众发动选。拜六暗时，韩国瑜将在台南南区水票温公园举办大型造势活动，会场却被打扮，印有韩国瑜相片搭配孙仁 K 书四个字的口舌海报，时间赶紧提掉。不过这个插曲无影响韩国瑜的心情，同款在台南行透透，也回叫蔡英文总统问起无爱一日一休，感觉是爱一礼拜休一天的休息。卡了老板的喉咙，饿了劳工的肚子。那蔡英文总统掌握了立法院的过半数，还不能够苦民所苦，好好去思考一下如何把它修正吗？还倒过来指责反对党我，这不是很怪异吗？韩国瑜批评，一日一休损害头家劳工的权益，政府无检讨点都怪异，非常的奇怪。至于美国行促销，一度被外界形容是闹亏。韩国瑜也再次解释，是为了从此来算，佮表示加美国沟通顺畅，希望有心人士唔通生言生气。而且太太李嘉芬也有可能代替伊访问美国，佮侨胞见面。明年1月11号选完之后，有机会我会立刻安排美国之行，讲得非常的清楚，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能够理解我所表述的，不要再附加一些不必要的酸言酸语。还没有，一切都还没有安排好，所以我在想，如果有确定的话，一定会跟各位报告。那我也会全力配合，就是所有人的安排的行程。但因为现在目前都还没有确定。除了韩国瑜打拼冲选举，李嘉芬也无停落脚步，下昼唔难惊放心着参加客家妇女奥运会、妇女志工奥运会成立大会，也甲市民座谈。短短四点钟，行遍新竹县市，代替红赛争取更较侪领导。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双主星的开发案改换后，那天红会团队来补这个课，
不过郭文德今仔日嘛表示讲，伊是照标准的作业程序在处理，埋怨中央动重大的建设，等到会甲国际厂商惊走。你民进党怎么搞？现在我就照 SOP 走，希望不要再卡了。台北市向主持开发案，确定有第二优秀的申请人拿天鸿辉团队报起来。台北市长郭文铁讲，国家重大建设本来就不应该搁再拖，那不客伤久，反倒等甲外资行走。我觉得双子星这一次哦，会吓跑更多的国际厂商。我们这些外国人哦，没有办法搞不清楚你们台湾的政坛的混乱，我们没有人敢投。郭文铁讲，市政有不满中央意思，不过替民众党提名的位参选人何景荣徛台，心情袂歹。拍出新住民第二代无背景，不过有勇气。民众党二十一再公布十四区的位名单。郭文铁拼主地兵入去国会，重点放在立委选举。也毋过对总统大选，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取消访问美国，一直讲闹亏。坦白讲哦，如果重来一遍，你的根本就不要讲说要不要去美国。你现在见过墨剑以后，然后说不去，给闹鬼的人。不去就扣分吗？你觉得？不然，要么就一开始讲说不要去。郭文铁讲，自己当年选台北市长，选前四十几天也挑工去纽约。在台湾选总统的等级，也是跟美国政府一定程度认识跟连接，因为美国永远是台湾重要朋友。记者史宏霞报道。在咱来关心县外的大代志，高雄市有一个患者，确诊是对境外移入出门的个案。不过，伊竟然阁走去 KTV 唱歌，结果为着伊两个朋友，这波群组感染总共76个人含这个患者接触过。卫生单位嘛讲会继续追踪，嘛会发这个暗坎疫情调查患者60000至30000。来到检测站检测，敢有发烧、烧等等的状况，这是去年湖航空服人员爆发着满进群聚感染了后，高雄扩大追踪的状况。但是最近高雄阁出现着群聚感染，主要是一名捌伫咧柬埔寨做工过的男子感染着满进，所以老实讲，伊捌接触过的对象。10月14号这边，刚是单日接获两例的一个通报个案，疑似麻疹。那经过我们意料之后呢，却发现这两位通报个案曾经在10月2号与郭姓的这位个案呢有过接触。这名男子6月到9月去柬埔寨，月底出现发烧的状况，10月底才确定是麻疹，但是伫咧调查的时阵，伊却无讲过伊捌甲四个朋友去 KTV 唱歌，但甲四个人当中有两个人确定是得麻疹了后，卫生单位来比对才确定。在一开始，那这个郭姓的指标个案这一位境外入个案。有确实的去叙述到他的一个旅游史，还有接触史的时候呢，基本上这76名的一个接触者是可以免于这个被监控的这个风险。这名病患现在已经好了，不过因为温膜的部分，让接触到麻疹患者的人增加到76个人，会面临着60000至30000元的罚金。而这次的群聚感染也会追踪到11月初为止。卫生局提醒，麻疹的传染率是真高，只要确定要去到流行区，应该要家己自费来接疫苗。若是确诊，嘛要落实着自我的健康管理。记者刘庭丹、显坤高雄报道。有咧食胃药的民众，就要注意胃药哪像含地干物质占大。食药署伫今仔日公布上新的调查结果，总共是有23项420批药品要是无合格，含一个月内就要总回收，若无上当就会罚10万。这其中也包括很出名的胃药啊，几位服饰店业者也说已经决定要全面停卖。胃食道逆流，几位服饰店一定搞定。电视广告一直广告讲，若是胃一呛酸，只要吃一粒几位服饰店就发到改善。不过胃药啊，技术含有调感物质的代志，这个风波已经一个月啊。食药署要求业者必须在10月18日之前提交自主检验报告，结果有23项420批药品依然无合格，必须在一个月内底回收。其中就包括几位服饰店，业者也是决定以后全面停卖。基于保护这个民众用药安全的立场，他几位服饰的产品全部通通自主回收，然后以后市面上不会再有几位服饰店的产品。食药署讲，胃药使用的雷尼替丁原料药被检出着感染物质恩雅硝基二甲胺，简称 NDMA。顶个月已经要求全台38项含有这个成分的药品进行有风险回收，但确认安全无问题了后，才获得重新搁再卖。食药署也提醒，市面上要其他应代替药物，民众用药未受影响。
那这类胃酸的药的话，其实的话有很多可以替代，所以不需要担心。好，这类的话就是让我们的胃酸不要能够分泌，这样子不会造成一些火烧性的一些情形出现。食药署强调 ，NDMA 不是业者调控产品，三星的原因也在调查，国际间也继续在调查中。另外，正伫咧食药的民众，千万唔通家己就安尼就停药啊，以免影响疾病的治疗。建议沿到社区的药局去问看卖，或者是回诊的时阵，请医师开其他适当药品。记者综合报道。华上平台 Uber Eats 顶礼拜是发生外送员因为送餐发生职业灾害，所来过身的代志。台北市劳动局是认为业者和外送员是头家和新劳的关系。不过，既然 Uber Eats 是头家，不过却无主动通报，业者爱反映30万。只有20岁外送员被弄到夹在两台车中不幸死亡。顶礼拜13 ，Uber Eats 发生外送员的这个灾害死亡。尽管业者一贯声称双方只是合作伙伴关系，但台北市劳动局劳检确认外送员的工资是 Uber Eats 直接来支付。Uber Eats 就是这个外送员的实际的头家，双方的头家新劳关系是有确认的。工资就是直接从那个 Uber Eats 退到那个外送员。他跟货运行之间是这样存在的一个形式的约，但是这个约的实际的内容或者是说相关的招募金额全部都是由 Uber Eats 他这边来主导。既然 Uber Eats 是实际头家，按照《治安法》第37条，劳工发生死亡的这个灾害，就应该主动通报给劳检机构。严格劳动局指出，事件发生到即阵，从来无收到任何通报记录。严格看者，10月13日，这个灾害发生迄天，业者在11点1分就透过媒体对外说明，显见 Uber Eats 知情不报，因此依照《治安法》改罚30万元。严格有工会悲观认为，罚单开出去了后，未来Uber Eats 不一定要乖乖去缴。Uber Eats 这家公司在台湾，事实上它根本没有一个公司法人，然后它所有的商业行为都把每一个地方切开，做不同的断点。我们认为就是说，现在台北市劳动局踏出这一步，那相对的来说，它也非常辛苦，它会承受未来就是业者跟它大量的行政诉讼或者是法律战。Uber 一直讲罚单也未看到正式公文，暂时无得回应。外送员死亡是毋是罚到因和现行争议的承担关系，有机会变做头家新劳关系？劳动局讲，这个案件也是个案认定，毋是通案。工会呼吁劳动部、经济部这中央部会要出面加业者来协商，卖予地方政府个别来承受这个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南山人寿伫咧9月底，因为系统操作脱垂，地数1000多的客户被通报已经过身。金管会嘛已经证实，确实有错误通报的情形。南山人寿是表示，当日就随修正，无影响到客户的权益。南山人寿搁再出问题，今年9月底主动向寿险工会来提报，有1381位的保户来过身，也有保户接到寿险业务员打电话来关心。对此，金管会证实有错误通报情形。他们 IT 人员要把一些档案做调整的时候，有一些栏位要删除，他们要去处理。金管会讲，当一间寿险公司保户过身，在最快流程上会先通报寿险工会，再佫由寿险工会通报予保户，同时投保其他寿险公司。不过南山即摆是在其他寿险公司也未接到通知之前就经前处理完毕，所以讲也是要求南山人寿要去确认到底是系统出安怎的问题，才造成这个错误通报。南山都是等发现之后才会通报，因为这个系统在半年前就有出现这个问题了，只是早期都是以个案处理。对此，南山人寿发出新闻稿讲，案件发生原因是公司人员在修改程序时，无依图应该删除的设定那位所造成的，不是讲系统无正常，已经在迄天的第一时间马上修正完成。所以讲，这个资料并无互同业来应用，因此无影响任何保护权益。以后会来落实加强人员执行加检核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卡塔隆尼亚、加泰隆尼亚独立的政治头人，进前和西班牙法院谈判，引起支持加泰隆尼亚独立的民众真不满。拜五，伫咧巴塞隆纳的街头，超过50万人上街头抗议。入夜了后，警察和民众嘛发生暴力的冲突。示威者把粪扫箱拖出来，准备冲过路中，有的是对警察来献石头。
加泰隆尼亚首府巴塞隆那拜火暗时真无平静，近百位示威民众甲警方发生激烈冲突。抗议西班牙法院针对主张加泰隆尼亚独立的高位领袖，当判九年到十三年的有期徒刑，骚乱已经进行五天了。卫兵回来早前，历史举行的和平游行活动，有五十万群众响应罢工，走上巴塞隆纳街路，拿着加泰隆尼亚旗啊，对法院当判赞成独立的领袖表达不满。La vaga general per estar per a favor que ens estan fent el país espanyol a nosaltres, una traïdor que tenim ràbia, perquè no han fet els nostres polítics que estan a la presó, que no tenen culpa de res, que tant merder ells, que la gent que no tenen passant els impostos o posant els impostos a nosaltres, que no tenim dret a decidir les coses nostres de Catalunya. A veure, de la situació política catalana no és actual, sinó que ja portem molts anys que no és una situació positiva, segurament perquè els polítics no es posen d'acord amb les necessitats que té el poble català, i evidentment estic d'acord amb la vaga sempre i quan es faci de manera pacífica.严过暗时了后，警察开始转向暴力冲突。少年人带着面具，在警察总部附近放火，并且去石头加管啊。警方使用泡棉的枪支，也过烟雾弹加催泪加速来回击，冲突是真激烈。The Supreme Court ruling against the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the parliamen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institutions in Catalonia confirms the strategy of repression and revenge.Against all the Catalan citizens who sought democratic ways to make their will possible. 当局统计，除了首府巴塞隆纳，加泰隆尼亚境内各地至少有四座城市爆发警民冲突。现时支持独立的群众怒火，一点也无减弱的情形。西班牙总理桑切斯是认为，推动危险的独立公投本来就是明确的犯罪行为，会正派警力到加泰隆尼亚来支援。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拜习的报告才讲到，阿富汗的民众受到暴力的攻击，致使死伤的人数一直破纪录。十八，阿富汗就有一间清真寺，当咧进行礼拜的时，煞发生爆炸，至少造成六十二个人因为安尼来死亡。救护车一直在等，赶紧把病人送入病院。工作人员接到探架，赶紧送入病房急救。阿富汗东部南加哈省一座清真寺十八日进行礼拜活动时，熊熊遭到炸弹攻击，造成包括囡仔在内真侪人死伤。当地民众讲，事发当时大约有350人伫内底。这阵也无组织承认犯下这阵爆炸案，严格恐怖组织塔利班甲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东部拢真活跃，所以讲无排除就是因其中之一所做。这是阿富汗今年以来上届上重的第二场攻击事件。联合国加都在拜习发表的报告指出，随着战事一直发生，阿富汗民众死伤人数正在破纪录来上升。今年七月，阿富汗民众死亡人数是联合国有记录以来单月上悬的，有425人。今年到这阵，更加有超过2500人死亡，将近5700人受伤。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听你定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20度到27度，中部地区21度到32度，南部地区22度到31度，东部地区20度到29度。里德地区21度到28度。来看未来三天的气象。
新闻最后带您同齐来秘鲁看宗教的游行。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定，咱再会。